外一个艺人要来看的是秀场天王诸葛亮，他暌违15年之后首次全台巡回公演，而首场的演出就在台中登场，不仅有歌手的演唱，还有大型的舞台剧，重现了过去原汁原味的秀场表演。3个小时的演出当中都没有冷场，也让超过4000名的观众都笑得合不拢嘴。我才出国去深圳，2009年。我才摕到乌念朴树的地位倒转来，13、14年，今仔我才有机会人当遮含咱做秀，含咱见面。我出来做秀见面好无？还没开场，诸葛亮透过影片讲话，就已经让超过4000名观众笑得合不拢嘴。那么敢吵的啦？哦，你就敢讲的呢？怎那么敢吵好势啦？吵到我巴肚。诸葛亮的秀呢，真是牛肉场呢。开场后与搭档王彩华、侯怡君的对话，更是让全场笑开怀。两面评价在人间，雨中豪杰武则天。歌手朱海军砸下重金制装，带来一首《一代女皇》，但诸葛亮似乎对她的服装有点意见。你乃真正大家嘛，要来挂香。头前当鬼票，我那无换旧啦。我遐看遐奇怪咧。连续剧当家小生王世贤也带来一连串主曲，诸葛亮特别爆料，他们两个人有特别的关系。有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来，后台够可心的，这较假，这较假。我结婚的时候，伊来做竞赛，判啦。诸葛亮巡回全台的首场演出，整场妙语如珠，3个小时毫无冷场，原汁原味，让爆满的观众感受到当年秀场的表演方式。民视新闻庄顺发、马登洲 SNG 小组台中报道。